By two. By two, oh my, OK. 有点厉害。啊，真的吗？嗯。是吗？对，他们，对，就之前。是有名的。对。啊。就他们之前有歌很火的。啊。嗯、你会唱他的歌吗？会。真会啊。真会。我的天哪，哪一首啊？爱上你不需要理由，你到底懂不懂？我也会。你也会吗？啊。就那个哒啦哒噔哒哒噔，好像是姐姐写的歌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请 Rista 赛道的白兔进入练习间。终于加油！加油！我们会有六星啊！六星！六星！我来了，我觉得我们要在这迎接他们。加油啊，当作是最后一次好不好？从11年的合约走出来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来到这里明日之子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希望，一丝的希望，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。是最好的结尾，感谢花冰奖，然后帮给我们最大到这个奖项呢，真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是最好的音乐帮给我们这个最热分享的这个荣誉。白兔只是10年前那个名字，每个人今天还在说白兔，可是没有人听你的歌，没有通告，没有演出。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巨大的痛苦，他看到过那个风景是怎么回事，他也知道那个风景带给他的成功、快乐、痛苦和迷茫，而他们其实还不到30岁。我们不是为了玩而来的，我们是抱着一种不到黄河永不罢休的心态，看自己能走多远，我们会坚持到底。我要站起来看。Hello， 各位新推咖老师们好。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组合 By Two， 我是姐姐 Miko 孙涵，我是妹妹 Yumi 孙宇。今天带来这首歌呢，叫做 DNA， 是我们10年前的作品，对于我们来说很有意义，因为那是我们最初的舞台，然后也代表着我们的青春。我们这首歌有重新做了舞蹈跟音乐的改编，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认识一下我们。其实我们是认识的嘛，同乡。你们开始唱之前，我想要你们想一想，刚出的时候用那种初心来唱这首歌，这个是你们最大的机会，好吗？
小溪好有力气，就不一样，舞蹈非常棒，舞蹈六星。哇，我真的太有感觉了。还有什么话？还有什么话？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炸裂，就是默契怎么可以达到这么好？不管是从默契、实力，什么地方都很完美，有可能只有双胞胎能做出来吧。就看得出真的跟我们不是一个 level 的人，他们是成熟的艺人，非常成熟。我觉得 by two 是可以拿到六星的。谢谢。我觉得跳完那一瞬间就是很爽，特别爽，就是等了三四年那种渴望，就一次性把所有的力量散发出来，释放出来。你看到白兔的时候，有一天眼眶红了。对，我很敬佩，也很心疼，然后就很复杂的情绪在里边。因为出道了这么多年，然后再一次的让大家审视，然后考核，承受的压力其实是会很大的。但是我刚才真的有被感染到，感动到。他们身体里边也蹦出来的那个劲儿，特别特别感动。11年了，但是我非常敬佩的是他们依旧保持这种热情在舞台上。因为其实你们很有名了，而且毋庸置疑，你们确实是目前为止我觉得各方面都是最厉害的。谢谢谢谢。但我很希望你们接下来要给自己的定位不是要去跟他们比赛，我觉得你们要超越的是你们自己。我会以今天这一期为标准线，我只想每一期看到你们都不一样，要不就比今天更好，要不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们通关，我希望每次看到你们就是尽最 top 的所有的力量去做。我很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来明日之子。其实我们今天像这样的机会，我们等了有三四年的时间了。之前的三四年是我们人生最低谷的时候。三四年的低谷是什么样的低谷？是面对应该说人生的大考题吧，我觉得。怎么说？例如说可能身边信任的人背叛了你，无论是工作上好了，爱情，反正一种抛弃的感觉吧。那三四年，这三年其实很多的粉丝们呢都会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退出演艺圈了呀？有点伤心，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存在着，只是我们什么都不能说，什么也都不能做。然后很多人对我们的印象也许是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各种的热搜，每次都惊吓，总是被带进去，然后我们也很无奈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表演到现在，除了舞台，我也想不起来我们有其他能做的事情。因为没有比这个还可以让我们更快乐。我特别想跟你们真诚地聊几句天儿哈。我是一个演员，我是一个舞台剧演员，在一个话剧团。然后我从35岁开始，15、6年没有人找我演我想要的电视剧或者电影，我只有小品找我。没办法，新人辈出，现在，所以不管今后怎么样，作为艺人，你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我觉得你们就享受这个过程，
然后找寻快乐，幸福的生活。祝你们幸福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我说的是真心话。我好喜欢听你讲话。谢谢。特别棒。谢谢白兔，请到你们的等候区等待你们的结果。好，谢谢各位老师。一定六道门，你觉得吗？100%。Rista 赛道 Back Two， 现在请打卡确认你们的面试结果。我觉得如果可以给他多一个机会，让大家再看到说努力他可以让你突破吗？当然大家现在不知道他们的命运会是怎么样，脱胎换骨。各位评审官，请给评心的结果吧。我觉得如果可以给他多一个机会，让大家再看到说努力他可以让你突破一个吗？当然大家现在不知道他们的命运会是怎么样。对 By Two 又爱又纠结的孙燕姿，最终会给出一星吗？这个没有，所以是这里。谢谢。获得5颗星，请入座。是谁没有给啊？我觉得他唱的第一首歌，如果不是10年前那首歌，我会给这颗星。我觉得他肯定会进，没问题的，而且一定还是在一个非常瞩目的一个位置。我希望，就是让他们一定要撕开过去的自己。我总感觉今天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，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不愿意打开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还得花一段时间把这些东西都拿掉。他们拿了5颗星的时候，其实我认为他们已经很优秀了。少一颗星，未来会对他的帮助会更大。